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新一期的《笑东剧场》。大家好，我是龚宁。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且可以实时回看，欢迎您下载关注。 俗话说呀，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过日子，这吃啊，自然是头等大事儿。而在我们的相声当中，关于吃的作品，那可真是太多了。其中最经典的呀，要数少马爷马志明先生的报菜名儿，他的版本以人物塑造取胜。一起来看一看。看着你可有点面熟，认识我？没领教您贵姓是？哎呦，不敢，见姓黄。姓什么？ 姓黄啊，姓黄，姓黄，您是那个弓长黄啊，是立早黄，哪字？我说你认识字吗？啊，还弓长黄，弓长那念张，立早也念张，那您是哪个张？立早张。哦，姓张。哎，不不不，谁姓张啊？嗯，我姓黄。 那是弓长黄，弓，嗯，有弓长黄吗？不是哪黄啊？没红黄蓝白黑那黄，五色黄。对了，啊，五色黄，五色黄。你这算外姓对吧？怎么叫外姓啊？外姓就是不在百家姓。谁不在百家姓啊？百家姓有你吗？有啊。百家姓里头有姓黄的？有。 赵钱孙李，对，赵钱孙李啊，后边呢？周吴郑黄，周吴郑王，还是都冯陈楚黄？嗨，哪儿有？我说你别瞎蒙行不行啊？啊，后边不有这么一句叫“故梦平黄”？故梦平，哦，对对对对对，有没有？想起来，我小时候，我爸爸就让我念这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 让我学这个，还学过呢。哎，好，那时候还能背下点儿，现在都乱了，记不住了。年头多了，好像倒的有这句，能倒出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啊，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嗯，朱秦尤许何李师张，对，孔曹严化金卫陶江，器械邹玉白水窦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芦苇昌马苗凤花方渔人元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贺尼康红缨罗碧郝吴安长岳于迟富。 西涧齐昌，古一元古，故梦平黄。对，有这句。有，五元补，故梦平黄。对，我一人四个姓儿啊。那您是故梦平黄那故？哦，姓不不不不，故梦平黄的黄。我说你说准了好不好啊？谁说不准呢？故梦平黄的黄。 哦，故梦平黄四个姓当中那黄，哎，这么说你就姓黄，非姓黄，准姓黄，你要姓黄呢？我不是东西，哎，你不是东西，对对对对对对，这么说你姓黄，你姓黄，你本来就姓黄嘛，认识我吗？不认识，哎，就冲你这装不认识，呀，哎，就得拿你开。 我怎么装不认识呢？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当初咱俩是街坊啊，咱俩那会儿你们家不在那个侯家后那块住吗？谁在侯家后住啊？不是不是什么什么教堂后吗？对，教堂后吗？啊，我也在那儿住过啊。你小时候在一块玩儿，后来啊，我们家搬走了，有些年咱没见面，再见面你这叫炸穿新鞋高抬脚。 一步登天，不认老乡亲，这不对啊！不不不，端架子，没没没没有啊！您哪误会了？嗯，我这人的脑子不好，这年头又多一点您别往心里去，我没那意思。哦，那么说我错怪你了，您多想了啊！那完了，说实在的，别看老不见面啊，您把我忘了，嗯，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 对我有印象，我总听人们在背后议论你，嗯，他们背后还议论我。哎，我不愿意传闲话啊，咱说实在的，不乐意传，知道吧？既然你问到了，这么说吧，我实事求是，人家怎么说的，我端给你，最好是不是？他们背地都说你这人呢，啊，说你不怎么着，特别讲义气，对吗？对。
是吧？没错，说要交朋友，别错主意，交这样的。就是您最大的特点什么呀？挥金如土，仗义疏财。没错，您拿钱向来就不当钱，可不是吗？为朋友两肋插刀，就这样。您要跟谁相好啊？嗯，能把心掏出来给他吃了，我愿意呀。您要看谁不顺眼，嗯，当时就掉脸，我不理他了。您对谁有意见？嗯，您敢当面就提，当面提，提错了没关系，你就改。是呢，心直口快，对，不记仇。哎，您是臭嘴不臭心，没错，对，臭嘴不臭心，对。别看他嘴臭啊，嗯，其实这他胃口里头臭，他反出来这味儿，您闻着安乐。你才嘴臭了，这不是好话吗？好话，你这臭嘴臭嘴没完了，这不臭心人家可没记住，赶明拿人碗喝口水人家都不愿意了。你别这么说话。你我的意思就说您这个人呢快人快语。哎，我倒是心直口快，今儿我就是专门找你来的，有事儿啊，打算跟您叙叙旧。哦，如果说您把我忘了、也可以说呢我今儿想啊高攀交您这朋友。哎，您这话说过了。怎么样？这是好事儿啊！能赏我这脸吗？哎，太好了！哟呵，我高兴，我高兴，痛快痛快！哎呀，这么着啊，我请请你吧。你请我干什么？我请你吃饭，怎么样？吃饭。哎，刚见面讨扰不合适。来了，别这么客气。来了来了，确实的，我跟您一样啊。嗯，就是俩字儿，痛快。哦，我说出来了，我请你吃饭。你要不吃，当着各位驳我面子，我脸上不好看，我心里难过。哎呦，痛痛快快说，是吃是不吃，说痛快的。我啊，要这么说，我吃，吃吃，真吃，可不真吃。哪儿吃？哪儿吃？听您的，别听我的，别动，听您的。啊，您出主意，我随着，这叫客随主便。哎，这么说吧。您兜里一共带多少钱？别把它花亏了，因为你孩子大人指你过日子，你也不容易。您我别给你糟践。不，咱俩到底谁请谁呀、啊？谁请谁都行啊！哎，什么叫都行啊？咱这交情，你说交情归交情，不，你说要请我吧？我请你，啊？我说了吗？哎，啊，这不刚说的吗？大伙儿全听见了。哦，对，啊，是我请你，我请你，啊，对啊，你请我干嘛？问我兜里带多少钱呢？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您兜里甭管带多少钱，就甭动了，这不废话吗？我请客当然我花钱了，啊，记着我的钱花。哦，万一咱要的菜要多了，嗯，回头一结账一买单，差多差少的零头碎脑的。背不住，您给添点啊，那没问题，主要花我的。哎，这就对了。哎，那么您一共带多少钱呢？大概其有个3块多钱吧。啊，也不3块1，也不3块2，有钢镚我得穿穿贵。哦，行了行了行了，甭穿贵了。嗯，你带着3块多钱，你还请客呀？啊，你连盒好烟你都买不起，你这不还憋着吃我吗？你瞧这模样，这模样，一提钱，圆乎脸变长乎脸，这是的。您听错了，我怎么听错了？我那意思啊，如果差多差少，您要添呢，也就添个3块2块啊，那没问题啊，没问题。您要是不出主意啊，那就听我的了，听您的。您上我家里去，干嘛还上家去？家里得聊啊，清静啊，您连认识门哦，也好。有这么句话，怎么说呢？要饱家常饭。要暖粗布衣，咱就粗布衣了，没问题，咱就这么着。粗布衣我嚼得动吗？不是，咱就家常饭，家常饭了。哎，我先问问你，喝酒不喝？我最爱喝酒了。你还喝酒？喝酒啊！干你们这行能喝酒吗？不，不演出不上台可以喝，没人管。可以喝？让喝，那就痛痛快快喝，喝喝。哎，不过这个名酒好酒，备不住。就有假冒伪劣的，是啊，鹿酒啊，色酒吧没劲儿，那差点。你说啤酒吧，我爱喝啤酒，爱喝啤酒，爱喝啤酒，那就买啤酒，买啤酒，买啤酒，行，来他六瓶，来四，来两瓶啤酒，两瓶啤酒啊，两瓶不少啊，
两瓶也不少了，既你喝，我不喝，我看着，知道吗？你喝剩下，我再喝；你不剩，我就不喝了，对不对？两瓶不少，这两瓶，两瓶啊，两瓶。我呀，多给你预备点好菜，哦，菜聊天。那么好菜预备什么呀？这个果仁怎么样？果仁，果仁啊，花生米啊，我买生的，咱是炒啊还是炸？你说。怎么弄不也是果仁吗？哎，我再买它半斤羊杂碎。羊杂碎热热乎乎，多来点肺，你牙口不好，对不对？谁牙口不好啊？你要那么多肺干嘛？便宜是怎么着？人家卖这个有比例，当当当当，该给多少给多少，也别争劲，是吗？行行行，对吧？行行行，我再买它几只啊，大闸蟹。哦，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大，就那个六七两一个那个，精品。揭开了，哎，顶盖肥，好香，好吃。对，就是贵，贵。当然我是不在乎花钱，主要的我门口那个市场不一定买得着。这么着吧，买得着咱就吃，买不着就算了。那准买不着。买不着没关系，买不着没关系，买松花呀。好嘛，大闸蟹变松花了。对了，挑俩大个的，沉，哎，剥了皮儿，切成片儿，来点醋，得来点那个姜末，下酒的好菜。嗯，不过有的人就不爱吃，就嫌这个松花又叫皮蛋呢，说这个东西拿那个石灰烧的，那么股子味儿。你怎么样？我还行，不吃就算了。哎，谁不吃啊？我这不说行了吗？韭菜。你别管了啊，我颠沛啊。行行，听您的。主食咱们吃包饺子。哎呦，干嘛还包饺子呀？好吃不如饺子。对，舒服不如倒着。咱们是西湖羊肉。好，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哟，干嘛这样啊？你老吃热的。嘿，我还爱吃个烫嘴烫心的。您来个饺子就酒，这叫没饱没醉。对，吃完饺子喝完饺子汤，这叫原汤化原食。好，吃完饭沏壶酽茶，咱们小肚子上弦，怎么讲？谈谈心，再聊聊，咱就包饺子了。明天上午9点怎么样？明天9点没问题，我来接你来。好，我接你，你等着。我在哪儿等？就这儿。就这儿，今儿不是这儿见的面吗？啊，是。明天还这个地方，啊，咱是不散不见。行，那就那我就别来了。不是咱，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哎，说定了啊。没错，您志工好，说您的相声。行行行，啊，我先告退。好啊，慢走，慢走，慢走。嘿，瞧这人了吗？多热情，刚见一次面，非得请客。你还不吃还不打扰一下，再稍微占您一点时间，我问问啊，您现在。就现在您兜里头带着钱没有？什么钱啊？钱干嘛呀？我得回家呀，赶紧回家呀，回家给您预备韭菜，预备饺子，对不对？我得打个车呀，对不对？哦，合着你没钱呐？不是，没零钱，我有整的。要不这么着啊，换我点零的，换点零，换100块钱钢镚吧。你换个，哎，你看这谁身上带100块钱钢镚啊？不是，你换我点儿，我好打车呀。哦，回家呀。您不就是为了坐车吗？对呀，啊。好办，好办。那怎么好办？哎，这是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了？哎，瞧见了吗？啊。嗯。嗯。这干嘛？坐车去。这谁的？我的。你的，你掏出来往外撸，这什么意思？这。嗨。啊。你不没零钱吗？你换他干嘛呀？嗯，你看，这还没请您吃饭，先拿您的钱，不老合适的。这有什么不合适的？那就嘛呢？还什么叫嘛呢？当然了，咱往后越走越近乎。对呀，啊，别说这点儿啊，再多多少咱也过得着。就是。您这多少钱？20。那我拿着了。你甭拿了。哎，哪儿的事儿啊？还没请我吃饭吗？弄我20块钱走，你可真行。哎，我找你要了吗？哼，我找你要了吗？这不各位都看见了吗？没带零钱跟你换，你不换给非给，这儿一接着又来这套啊，当着各位诚心栽我是不是？没有，你这叫损人不利己呀。
你怎么做这事儿呢？这太不对了啊，不够朋友啊，急了，我不是跟你闹啊，不是耗你啊，太没有了，这个人太你跟别人就不逗啊。哦，您这是玩笑上啊。我说的，我琢磨也不可能。您这人我太了解了。是啊，您是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呀。就是、啊，您向来拿钱不当钱。对呀、啊，甭说我请您吃饭啊，平常您看见谁有困难，您能不管吗？管。今儿真隔着我走到这儿，腰里一时不便，跟您张回嘴要这20块钱，你给不给？给。心疼不心疼？不心疼。在乎不在乎？不在乎。这钱拿走，谢谢。别动。哎我们这更厉害啊，稳住了要不是啊，我没这钱我怎么回家呀？你呀、啊、走着走，走着走太累。哦，累呀、啊。啊，跑，我那不更累了。你爱怎么走怎么走。那就这样了。明儿见啊。明儿见。咱呢甭理他了，说咱的相声。我说这段呢是在北京东四牌楼那地方有这么一个四合院。我说黄先生，在黄先生，要不咱们甭吃包饺子了。是啊，嗯，这20块钱没拿走吗？哎，这叫什么话。嗯，是你这20块钱值得多呀，是我请你吃饭花得多呀。那这包饺子怎么不吃了呢？包饺子太费事。对，你不包它省事。不是，你想和馅儿、嗯、和面擀皮儿包煮净做饭，没工夫聊天了。哦，吃点省事的吧。那么省事的吃什么呢？干饭汆丸子怎么样？丸子汤啊。啊，丸子汤怎么了？丸子汤不省钱啊。是吗？我有好稻米，高压锅焖出来，嗯，倍儿香。嗯，大袋羊肉丸子，多搁味精香油，这热热乎乎多得吃。怎么样？啊，干饭汆丸子。干饭汆丸子定下来了啊。定下来，干饭汆丸子行。不过这干饭汆丸子这啤酒就算了吧。啤酒不给喝了？不是不给喝，您想这道理，你喝一肚子啤酒再喝丸子汤，肚子里的咣当不是。哦，是不是？哦，别喝了。那要一点酒没有就没意思。要喝呢还是喝白酒得了。啊，对啊，我爱喝白酒。爱喝白酒。喝白酒那就省事了。行，您到家我拿出来就喝，连买都不买。现成大瓶哪喝得了去？不是一整瓶。多少？也就盯这么一块吧。哎，就那么点吧。剩底儿了。不够不用喝没关系。怎么办？兑水呀、啊！啊，你要喝热酒兑开水，喝凉的兑凉白开。嘿，哎，随喝随兑。这大哥，甭兑水，干脆，咱是有多少喝多少，行不行？太好了啊！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他倒有的说了，哎、酒少，这菜也别预备那么些个了。菜也不给预备了？不是不给预备，你想。一大桌子菜，两口酒没了，剩着菜谁打死？那一点菜没有，干喝酒也不是一点没有啊。咱们就是白酒，就果仁，干果仁怎么样？白酒就果仁，哎，完了，丸子汤一喝多好。行，白酒就果仁吧，就这么办，就果仁，就是果仁了，可以。明儿您不准去吗？准去呀、啊，准去，咱定的是11点是吧？是，不9点吗？哦，九点，明儿您早出来。您8点来钟您就下楼。哦，哎，您门口有市场没有？有一个。哎，您先奔市场。奔市场您买4斤果仁啊，到时候我一接您进门，咱俩喝起来多好。好嘛，我买4斤果仁嗯，然后你再卖去是怎么着？啊，卖去。一个喝酒嘛，干嘛买4斤果仁啊？秤高秤低的，3斤半也行，这无所谓。什么3斤半啊？我宁肯不喝这酒，我也不买这果仁。那这酒呢？酒我不喝了，行吗？不喝了最好啊，就是干饭汆丸子。行，干饭汆丸子，我是不是得坐车走？您溜达着，还得溜达着。溜达着啊，那您说您，嗯，您来吧啊，咱接着说，在这四合院里呢，哎呀，住着这么一户人家。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干饭汆丸子了。这干饭汆丸子又怎么了？干饭汆丸子，汤泡饭。水花花，当时稀里呼噜，您吃挺饱，一泡尿又饿了，是不是？没劲。嗯。吃解馋的。那么解馋的吃什么？炖肉烙饼。哟，炖肉可堂口。来，他5斤牛肉。
斤呢？五斤羊肉，一只肥母鸡，一斤栗子，好，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太棒，烙点螺丝转饼，撕着吃还解闷儿。对，吃完了喝点咖啡，去去油腻。行，炖牛肉，炖牛肉，栗子鸡，行。我家养了个老母鸡，哦，还现宰，这么大个儿，呵，肥，好，呵，就是老点儿啊，老点儿没关系，今儿晚上就宰。炖它半宿啊，拿小火烤，背不住也能烂啊。咱是老不是，您这老母鸡养了几年了？养几年了？哎呀，据我姥姥说呀，我们家这老母鸡比我妈小两岁啊。论起来，我管它叫姨。嘿，因为请您吃饭，我大义灭亲了。我今儿个关别介啊，喂我可不值当的。不值当啊，鸡咱不吃的行吗？不吃鸡了，咱就是炖肉烙饼就炖肉烙饼，炖肉烙饼，炖肉烙饼。这车钱呢？甭垫着。哦，还甭垫着？甭垫着。哦，啊，行。哎呀，又改炖肉了。哎，我说黄先生，要不咱甭吃炖肉了？怎么样？嗯，我就知道是这句吧。这炖肉又怎么了？这肉它不烂呢。那可不，你不炖它烂不了。不是，明儿早起我得现买肉吧？啊，万一那火要跟不上，到中午肉没熟，您去了给您吃什么？哦，干脆吃窝头吧。行啊，什么您呢？窝头，窝头啊！啊，回见吧。怎么了？还吃窝头啊？从小我那窝头都吃伤了。吃过窝头？我吃了十好几年。你说说你们家那窝头什么模样的？嗨，窝头嘛，还什么模样？上头一个尖儿，底下一个窟窿。亏了问问，跟我那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我那底下一尖儿，上头一窟窿。哎，它得方个儿。再说面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啊？你的窝头什么面呢？棒子面。我这玉米面。哎，这不还一样吗？不光玉米面，还有什么？江米面、黄米面、绿豆面、栗子面。嗯，红糖、白糖、青丝、红丝、杏仁、瓜子儿、核桃仁儿、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大大的鸡子儿一发。英名叫窝头，实际是福地大槽糕。你有多少钱你没地儿买去。还真是，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了。哎，我先走一步。有什么回来啊？怎么了？回来。怎么回来？你别揪我，你撒开你撒开，你跑了。怎么有你啊？我那钱哪儿去了？风大刮那边去了。你找找。什么刮那边去了？在你兜里了。怎么会呢？不可能啊。我看见你装起来的。你看错了。不，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事儿。你掏出来，咱什么事儿掏什么掏不掏？你要不掏我可喊警察。不，这点事儿值当麻烦警察吗？你掏不掏？这种人的，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值当的吗？给你不就完了吗？啊，不就完了吗？这还差不多。这是呀，五毛的。回来。哎呀，还得你撒开，怎么回事？这是五毛的。再给你弄一毛完了，甭跟我对付啊！甭跟我对付，我要我那两张10块的钱狠子，这是开玩笑都不懂。给你，不就这个吗？给你，我这拿回去。好家伙，愣抢你！我说到高兴时候，我爱开玩笑，知道吗？这个窝头啊，说叫窝头啊，啊，比那点心差不了多少啊，还真是又暄又软又甜，对对对，跟那个蛋糕差不多，就是你要吃一回呀，想两回，打这儿你要吃上瘾呢，你还不动什么？这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我手凉，我里边暖和，像话吗？跑人兜里都暖和手了，嗯。啊！我怕你没搁好，我给你摁瓷上。就为这20块钱，你丢这么大人，至于吗？至于吗？那么咱就窝头了。窝头不干点吗？小米粥喝不喝？行啊，浆浆糊糊熬一锅小米粥，可以。多搁红糖，哎，煮几鸡子儿，行，弄点挂面啊，来刀草纸，我再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嗯，你跑这伺候月子来了。依着你呢，乱七八糟满不要，咱就是窝头小米粥。窝头小米粥。对了，钱带好了，别掉了。你放心，没你的事儿了。那就这样吧，再见吧。啊，这窝头啊，窝头也落不住。哎，我是黄先生，要不咱甭吃窝头了，咱喝点凉水吧。哎，我说你这小子可太难伺候了，打刚才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你？呀。不是，他的
倒给我扣上了。你说到底是我不吃啊，还是你不请啊？真请。那可不能上我家里去吗？我家能做什么好吃的？那上哪儿吃去？我请您下庄子。请我下庄子？哎，给我钉马掌。啊，我带你下馆子。哦，拿自来水灌我。不是，饭庄子，饭馆子。那行，到饭庄子里，您请我吃什么呢？我请你吃满汉全席南北大菜。甭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啊，你只要把这菜名说上个三样五样来，算你请了。太容易了，那你说说。我请你吃蒸羊羔，这菜有没有？蒸羊羔这是大补，有。还有什么呢？蒸熊掌，哦，蒸鹿眼，是。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还有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还有吗？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炸白菜，炸壳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件，清蒸江瑶柱，长溜芡是米，还有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儿、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好，还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汆丸子、一口肉、烟炒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有糊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包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烩银丝、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好，烩长脊肚、烩南鳍，还有水肘花、锅烧猪蹄、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油炸肺、酱果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腌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拔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扒三样，不少。猪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一品锅子、菊花锅子，还有杂烩锅子，太多了。这些菜爱吃不爱吃？爱吃，咱们吃去。没钱，哎，白说了。与报菜名不同啊，接下来的这段找堂会里面说的则是更亲民的宴席，里边提到了十大件，包括四个盘、五个碗和一个大炝盘，这是当时啊北京老百姓吃席的标准配备。段子通过对这十大件的猜测和介绍引发了不少的较量。我们那里有档的事儿，想请你们做个堂会，不知道你们可曾愿望否？哎，别拽了，就还愿望否干嘛？我们去宴去是吧？您找我们，我们就去。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哦，少爷满月。对了，哦，想请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啊，要说相声的。哎，大概多少人呢？哎，还有那个唱大鼓的。啊，唱河南坠子的上哪里找去？哪儿找去啊？哎，您找我，您就甭管了。哦，你就全办了，我就给您代约了。那太好了，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嗯嗯。那你们这么着，去多少人？你们去15个人。哦，15人可以。唱一天半宿。啊，你看你多少钱？怎么这价钱还得谈一谈？谈一谈啊！啊，反正我们老爷是出钱出的不多。啊，不多没关系，是吧？他大致打算花多少钱呢？太少了，不是要管我们说相声，这倒好办，我还得跟什么唱大鼓的呀，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去谈呢，说不出口啊。没关系，您就说吧，行，咱们就找。你们去15个人，对，唱一天半宿，多少钱呢？记你们啊，2万块钱。这位太少了，你别不少啊，不少不少。可以啊，行是吧？可以。那你们就去呗。行，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啊。对，少爷满月啊。到那儿你们要是一道喜啊，我们老爷一高兴还赏给你们点赏钱。
还有赏钱呢？也不多，那赏钱是10000块钱。也超上了这回。嘿，行行行，好好好，可以可以，好吧、啊、那个少爷满月，对，是吧？嗯，这个20000块钱，哎哎哎，额外道喜呢，再给10000块钱赏钱，是，一共是30000块钱，哎哎哎。我说您这找什么呢？这儿不是你们这儿有卖那个可乐的吧？我这儿没可乐。渴了，我哟，您渴了？行，我不哎，茶行不行？哎、啊，茶也行啊，热茶行吗？你给我沏壶茶来行吗？好，我给您沏壶茶。我这儿有钱。哎，别，我让您花钱呢、啊。不行不行不行，来来来来来，给拿壶茶来，快，这儿找堂会呢。哎哎，来，哎，你看，来，太麻烦了、啊。没事，来。哎呦呦，行，来啊，你看这个。刚切的、啊，对对，热乎的，热乎气儿的、啊。嗯，这茶挺好的。那是哪里买的茶叶、啊？这就是正兴德呀、啊。哦，嗯，挺香的、啊。当然了，这里边没手表吧？啊，没有。我这搁块手表干嘛这？慢点。那还挺香，挺香的是吧？好好好。到时候你们去就行。行，好吧。少爷满月，哎，是吧？里外里一共是30000块钱，对吧？对。哎，对了。您等会儿，嗯，我问问您，咱这日子是多怎的日子呀？日子啊，日子那什么不忙？哎，是吧？哎，别不忙啊！您不是，您渴了是怎么着？您，别不忙啊！您还是把日子说准了吧？准了啊！那日子那谁说的准啊？嗯，你知道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别活了，搁这儿。怎么了？你怎么火了？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不，这不先定过下吗？你定过得太早了。怎么早啊？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等一个月做嘛呀？不孩子满月吗？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后天到日子了，满月了。后天那是满月呀。啊，今儿养活明儿后啊。对呀。第三天那叫喜三呢，是喜三啊？对呀、啊，是喜三。我出来的时候，我们老爷跟我说了，说什么？办喜三找你们个堂会。那您告诉满月，我是这么想的啊。那喜三都找你们了，那堂会不是还得找你们呀、啊？哦，您这意思，这两个堂会就连上了，两档子。6万块，哎，那您就别说了，那我喝点儿啊。哎呦，您喝，来，您喝，哎，喝。哎呀，这话，这位说话忙了一点哦。您的意思吗？喜三找我们，满月还找我们啊？对呀。哦，这是两档的事儿，两档，哎，两档的。好，我再递点。哎，您对，喝您的。哎呀，这可太好了。那这么一说，那我们就后天去了。哎，别后天去啊。哎，你洗三吗？不，你今天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啊。哦，对。你比如说明天养活了，你们就大后天去啊。哎，没错。哎，比如说后天养活了、哎、你们就大后天去啊。别说大后天养活了、哎、你们就大后天去。行啊，我明白了，明白您的意思啊。嗯，养活洗再等三天。对了，好，你们就盼着吧。哎，行，快点，我们就盼着这孩子快点养活。不，先别盼着养活呀。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你们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这别活了，过去。又怎么了？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个啊，多可气呀！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啊。你要说你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啊？不是，我有钱。有钱那是你的有钱。我这18.9一张的。哎，对，有那种票子吗？那个，啊，这不拿我们开心吗？懂么了？孩子他妈还没出门的呢，你找我们干嘛呀？这不先定过行吗？你定过的太早了。怎么早啊？对，我们这他出过了门子，他多能生孩子呀。啊，不，你先等会儿吧。你问等什么呀？我先问问你。问什么呀？你说是姑娘出门的事情大呀，还是这小孩子办满月事情大呀？我哪个事情大呀？那当然是姑娘出阁得是大事儿 啊对呀。那我们那里姑娘出阁找你们做个堂会，你们不去吗？您到底找什么堂会啊？我出来的时候我们老爷说了啊，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那这喜三满月呢？还找你们呀？这是后话了。哎，嗨，那您就别说这，咱先说这姑娘出。我再喝点。啊，那喝喝喝喝喝喝，啊，喝吧，嗯，嗯，不是，我说，那什么，哎，这姑娘出阁日子定回来吧？定了，是吧？那姑娘都老大不小的了。哦，你看看，啊，今年都40岁了。哎。你老抢什么？这都咋了？你看，走吧，啊，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姑娘刚4岁呀，啊，你这么着，你这么干嘛呀？又先定过去啊？就算那22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8年。你等18年干什么呀？啊，你没听清楚，什么4岁啊？不，你说4岁吗？04岁，知道不？04岁、不是，这就要娶了吗？可不要娶了吗？马上就要娶了。那当然了。这姑娘今年24，对，04岁。怎么意思？34？04岁。哎呦，那坏了，14啊！04岁。怎么个04岁呢？姑娘小名叫零，哎，4岁，哎，还4岁啊？甭抢，甭抢！再拿水，我踹你！多可气，这人多可气！04岁，姑娘小名叫04岁，不还是4岁吗？我这不是给你开玩笑呢吗？不是你跟我开什么玩笑？我也没招你啊！不是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不讲究多逗哏吗？废话，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去？不是你别开玩笑！什么毛病这是？瞎动手干嘛？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哎，找你们个堂会。不是这姑娘出阁，孩子满月呀？哎，不是，那是什么呀？我们那里是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我说你这人你怎么说话呢？哎，我怎么说话？不，我真有事情找你们做堂会。什么事儿啊？我们那里是买卖开张。哦，买卖开张找堂会。哎，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增盖房啊？那本钱凑出来了吗？不是你干嘛？你这是你怎么说话有点犯犬啊？你这是？咱俩谁犯犬呢？啊？你干嘛这么说？我买卖就要开张了。就要开张了啊？您那是什么买卖呀？我们那是大公司。公司？哎，在哪儿啊？哎，王府井那儿有个百货大楼啊。哦，在百货大楼里边。嘿嘿，对过。对。百货大楼对过。哎，有个鞋帽店。哦。凤翔鞋帽店，哎，旁边儿，旁边儿有个茶叶铺子，你知道吗？啊，就那茶叶铺，哎，借饼儿我就知道了。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我借饼儿那儿有个小胡同啊，啊，我们在胡同里边开了个大公司。你甭管我在哪儿，我不管了，你就说是什么买卖吧。我们这个买卖啊，是豆腐大公司。对。可不得了了，您就别吹大气了啊！行了，这豆腐还叫公司啊？懂不了？你说豆腐房开张找堂会不就完了吗？豆腐房干什？豆腐房是卖什么的？卖豆腐呀！完了，豆腐房卖豆腐啊？我们这个豆腐公司它不卖豆腐，那卖什么呀？专卖豆浆。哎，这不一样吗？一码事儿。不，你不管卖什么了啊，反正你们去了，我们挤你们钱就完了。啊，对，您开什么买卖，我们不就管了啊？我们就去做这堂会不就完了吗？哎，对，好吧。那什么，您看得去多少人呢？你们去20个人。哦，20个人，行吧？唱多长时间？唱100天要多少钱？对，是吧？咱们就把这个价钱得先说好了。哎呀，别到那天捣乱。100天，对吧？干嘛上这么长时间呢？哦，也许他开张做宣传，我算算啊，20人1天5000，10天50000，100。哎，这么着吧，多少钱？您给拿50万块钱。对，好吧，我们去做这个堂会。多少钱？50万块钱？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你怎么了？你行了，那你们去吧。哦，我们去做这个堂会。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哎，对了，我们接受去，我们。不是什么事儿，演100天要50万块钱？谁让你演这么长时间了？那么长时间？都100天了。100天怎么了？仨多月了。妈，仨多一百天，
你不论月一百天也是俩五十天呐。嘛俩五十天，一百天啊，晚上没有一个白天，也一个白天啊。好吧，就这种话说的，嘿，哎，你能要50万块钱吗？你老说那一百天，我当成一百天的，就一天不是吗？对呀，干干脆脆啊，5000块钱。5000块钱没管您多要，不多，好不好？不多不多。哎，那你们这样怎么着？那咱们可先说好了啊。什么事儿啊？你们去的时候这个车钱我不管。哟，不管车钱？那当然了。那咱们得商量商量了啊。20人，嗯，5000块钱可没管您多要，车钱我们不要了。嗯啊，可是您那得管我们饭吃啊，管好不好？管你们饭吃。哎，好吧。哎，给你们吃席行不行啊？可以呀。啊啊，你们20个人，嗯，分成2下了。哦，10个人一桌，10个人一领。哎，一领啊，不够再给你们绕2个草帘子。对，您再不够再给我们拆2枕头。你这喂驴是怎么着？炕席呀、啊？嘛席啊？酒席啊？给你们吃酒席行了吗？哎，酒席得有酒啊。当然得有酒了。哎，你们分成2下了。对，一桌上1壶酒。啊，一桌才1壶酒啊？酒壶大呀。哦，2斤1壶。2两。哎，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酒是2两啊，啊，还没兑水呢。就嗨。你干脆得给我们俩水喝就完了啊！1人2两行了吧？又改1人2两了。你们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拆得开了。您就甭管了，我们还得上台演出呢，哎，是吧？那个菜咱们吃点什么菜啊？菜好啊。菜好吗？好啊。真的？那当然了。哦，那您跟我说说这菜咱吃什么？我跟他们说一说，咱这堂会做的漂漂亮亮的。行了，好不好？我跟你说说啊。啊，您说。你吃过那8大碗9大件啊？哦，8大碗9大件。你没吃过我这10大件。10大件？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呵，这么丰富。那当然了。那这样好不好？嗯，您把这菜名您跟我说上2个3个来，我听一听，回去把这堂会我跟他们一说，他们肯定卖力气，好不好？我跟您说说，你跟我们说一说，先说这4盘的头一盘咱吃什么。头一盘，嗯，小葱拌豆腐。哎，搞点香油是香扑扑的，1200呀，是阳气通身。行了，别说了。怎么了？说怎么热呢？就小葱拌豆腐呀。不爱吃你扒拉开呀。哦，扒拉开。哎，哦，吃二一盘。二盘好。二盘什么呀？韭菜花拌豆腐。哎，怎么搁点韭菜花啊？对。三一盘呢？辣椒糊拌豆腐。四一盘怎么样啊？四一盘好了。是啊，9的凉菜。哦，拿筷子一夹，往嘴里头一放，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拌海蜇，萝卜皮拌豆腐。嗨，我搁点萝卜皮这个。不是，您等会儿吧。哎，怎么这4盘都是豆腐呀？不爱吃你扒拉开呀、啊。都扒拉开。你吃那5碗大菜。5碗可是大菜，大菜。咱先说这头一碗吃什么？大白菜熬豆腐。大，不是大菜吗？大菜啊，什么呀？大白菜，大白菜就是大菜呀、啊。好吧，二一碗呢？小菠菜炖豆腐。嗯，上下联，大菠菜，小菠菜啊。三一碗吃什么呀？3一碗好了。是啊，端上来一看，上边有红的，有白的。哦，啊，拿筷子吃不了的，拿勺筷着吃。烩全丁，猪血烩豆腐。哎，又搁点猪血这样。四一碗吃什么呀？4一碗好了。怎么好啊？端上来一看，上边是一层黄油啊。黄焖栗子鸡，油炸素豆腐。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5一碗吃什么呀？5一碗好了。怎么个好玩？端上来之前的先嚷这么一撒子。是啊。哎，接光了，接光了，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扒海参。小虾米鼓的豆腐。走。我跟你说，那里边还有小螃蟹呢。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对了，哎，不去，我们不去了。啊，净弄豆腐喂我们呢，我们吃完了回不了家，我们腿软，知道吧？我不爱吃你扒拉开啊。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你吃那个大抢盘啊。大抢盘啊、还是豆腐啊？是吧？还是豆腐。我这回没豆腐了。哟，再有豆腐你罚我行吗？
再有豆腐你受罚。哎，那当然了。好好好好，我先别跟你说这是什么东西，嗯，我先跟你说一说这种东西的做法啊。那你让我高兴高兴吧。你要打算吃这道菜怎么样，你得四斤钱起了床早上。哎，到了市上哟，那有那四斤多一块五斤多一块的。嗯，哎，买回来之后你拿那个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用水洗干净，放到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哎呀，再看这个锅里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见它七八个坑，然后拿大铁钩子钩上来，放到案板上晾凉了。怎么样，再用卤刀子切，你是切了片片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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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之后拿过大抢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哎呀，麻的是五花三层啊，嗯，蘸的那个佐料可杠了得了。什么佐料？有香菜末、韭菜末、京酱油、辣椒油、大蒜瓣。哎呀，拌好之后你扒了这吃吧。白煮肉、豆腐渣呀、啊，就这个呀。刚刚啊说的是吃豆腐，那接下来再跟你说一说卖豆腐人的故事吧，名叫豆腐侍郎。这原本是一段单口相声，英宁王月波呀把它改成了对口，效果如何呢？一起来品鉴一下。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姓黄，叫黄铜，礼部的侍郎。呵，每年呢啊，皇上家有几次大型的活动都由礼部承办。有一个事儿，他很苦恼。什么事儿这么苦恼？在皇上祭天的过程当中啊，啊，有这么一项任务。您说，得由礼部侍郎宣读祭文，读祭文，念这祭文。哦，这黄铜啊，怎么样？这嗓子不行，有这一说话呀，破锣味儿。是啊，哎，你干什么去了？哎，我上书房念念书，就这路嗓子，这嗓子可差点儿。这天在书房闷闷不乐，嗯，正琢磨这事儿呢，就听外头来了一做小买卖的。嚯，这位有这么一身吆喝。哦，他怎么吆喝呢？他就这么吆喝，我给您学学啊。哎，您学一学。吆豆腐，卖豆腐的。吆。嗓子真亮。是，你算这侍郎府多深呀？对呀，好几层院子，在书房黄铜黄侍郎愣听见了，赶紧叫自己跟班的啊，去上外边把这卖豆腐的给我叫进来。我叫他跟班的出来啊，到街上一看，卖豆腐已经顺门口过去了。嘿嘿，卖豆腐的，来来来来来，老爷叫你。哦，是，您府上做年菜，要豆腐？啊，不，来吧，把豆腐车子给靠下，人领到书房。哦，这等着。哎，回老爷，做小买卖卖豆腐的给您叫进来。给叫进来了。哎，叫他进来。是，进去多磕头少说话。好嘞，卖豆腐进门就跪下了。给老爷请安。哎，站起来说话。谢老爷。我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呀？干什么的啊？我是卖豆腐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我姓黄。黄铜黄侍郎一听高兴了。怎么呢？当家子全是本家。他姓黄，他也姓黄啊。对呀。哦，你也姓黄，你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呢？小的我叫黄金。黄金，怪不得这嗓子比我好呢。怎么呢？我叫黄铜啊，他叫黄金。是，嗯，老爷，我打算再陪再陪你，行吗？哟哟，谢老爷的恩典，我不认得字，怎么再陪我？是啊，没关系，这不快过年了吗？嗯。皇上要祭天，我就让你宣读宣读祭文就行了。哦，宣读祭文。黄金一听干不了。哎，这怎么干不了呢？小买卖人不认字啊。哦，对了，老爷不跟您说了吗？我不识字。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我也去啊。你做个长袍子，
我就在你那袍子后头蹲着，我念什么你念什么，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在头里光张嘴别出声，我在后头不露面，连说带比划。他们俩人演双簧呢。哎，对，双簧就这么来的。头里一个，后头一个，俩人都姓黄，这以后落的名形式叫双簧。啊，是这么解释吗？大概即是这意思。咱们排练排练吧。哦，那我不一定来得好，没关系，来好了，老爷我有赏。你瞧瞧，包你2年的豆腐钱。嘿，黄金一响，做小买卖挣多少钱呢？是啊，得了，老爷您恩典，咱们练练吧。反正就跟他学嘛，跟着我念啊。奉天承运，奉天承运，奉天承运。哎，别学我。您不让我跟着您念吗？废话，跟着我念也学我这破锣嗓子，用你自己的嗓子学他这词句呀、啊？哦，是喽。再来，奉天承运，黄金怎么吆喝？奉天承运。嘿，皇帝诏曰，皇帝诏曰，真赫亮啊！啪啪啪，往下一念，怎么样？黄通高兴了，这当着祭天的事儿拿下来了。简单说吧，到那天啊，跟着皇上可就出了城了。是上哪儿祭天去呢？哪儿啊？就是现在永定门里一过天桥，这地方叫天坛。对，天坛公园就是那会儿祭天的地方。对，那人就多了去了。是，好些人，场面相当的大。嗯，在这个环球台上要祭天。对，就是礼部侍郎一个人站那个环球台上，剩下从头一节台阶往下跪，皇上啊，皇后，太子，各位亲王，各大臣，各嫔妃等等等等等等，哦，往下跪，跪一片。呵，平常台上就一人啊，是，今儿俩人，头了穿长袍这个。实际是卖豆腐的黄金，后头蹲着的礼部侍郎黄童。开始了啊，照分抓药，开始奉天承运。黄金一琢磨啊，自己升官发财就在今天呢。是啊，嗓子格外卖力气，你瞧瞧，奉天承运，就这一嗓子。怎么样？皇上在底下跪着啊，皇上都抬头了。嚯，怎么着？新上任这礼部侍郎嗓子真好啊！你瞧，嚯，就冲这嗓子，我得格外的啊，加倍的重用。你瞧瞧，这是个人才啊！皇上还高兴了，黄童也高兴。是，皇帝诏曰，皇帝诏曰。好，一句一句一句往下念，拿下了，最后把这个祭文念完了。年月日，年月日，这就是祭天呢。蛮好，这要不是祭天的过程当中，满朝文武都有心给他鼓掌啊。那嗓子太好了，嗓子太好了。是啊，底下有这么一个仪式。哟，什么仪式？要吃白肉。吃白肉？这叫吃祭天肉。这是因为这个清朝啊，啊，是从关外头入的关。哦，原先在东北东三省，这个旗人呢是戎马生涯，嗯，表示不忘祖的意思。每到祭天这天要吃一顿白肉，白肉，把这个猪肉啊啊成块的方子给它煮喽，还不煮特别熟，煮七成熟，七成熟，切成大薄片，是。有那么四指宽啊，2寸长，这么一条子肉，也不搁盐，也不放酱油，就拿白水煮。这东西嚼到嘴里边啊，简直跟嚼辣一个味儿，太难吃了。那是怎么吃呢？就是为了表示艰苦朴素的意思。哦，可是哪年都祭天呢？啊，大家伙也都有经验了。有什么经验？每到祭天吃白肉的时候啊，每人在家预备一个小纸片。纸片，草纸片。哦，把这草纸啊放到酱油里头泡，泡完之后给它晾干了，是在袖口里边一搁，到吃白肉的时候呢，
撕一口白肉，把这纸片拿出来用舌头舔舔。啊，这纸上有咸蛋味儿。借这点咸味儿，哦，我把这片白肉给咽下去。嘿，实际不好吃。啊，这黄金不知道啊。啊，他头一回来，他哪预备过这酱油纸片没有啊？那怎么办呢？他不知道啊。啊，他也有一块白肉啊。黄金一看乐了，在家净吃豆腐了啊，今儿见着肉了，吃吧吃吧，把这一片肉整个搁嘴里了。嗨，什么感觉？太难吃了啊。这是祭天，皇上娘娘都在底下跪着呢，他不懂，他一说不好吃，我脆了吧。哟啊，他照着这个环球坛的地面啊，啪，嗨，把这肉给脆地上了，这一口肉就脆下去了。呵，可把这身后就蹲着这位礼部侍郎黄同煌的人给吓坏了。那能不吓一跳吗？不许吐，说他了。黄金在头里一听，哎，排练的时候就到年月日就完了，怎么还有词儿啊？不许吐，不许让那肉不许吐。他误会了，他以为你让他念出去呢。啊，嗯，哦，不许吐，他给嚷嚷出去了。怎么那么寸？怎么着？皇上也不爱吃这肉啊。嗨，皇上，小皇上嚼这个真难吃啊。啊，没敢吐，偷偷的吐到自己手心上，刚要往别的地儿扔，一听台子上的喊不许吐。哎呦，啊，又塞回去了。等大皇上吐出去又给塞回来了。太寸了这事儿，可把黄童吓坏了啊。没这句啊，嘱咐的。没这句。没这句也说啊？皇上跪着底下更生气了啊。没这句你刚才说呀。我都捡回来塞嘴里了，你告诉没这句，没这句你嚷嚷什么呀？都塞嘴里了。黄童吓得啊，我抽你，急了，我抽你，这也说啊？皇上一听什么刑法，我是皇上还要抽我？好嘛，可把黄童真急了。怎么着？顺他身后都站起来了啊，抡圆给卖豆腐一嘴巴。哎呦，照原先的喊呐、啊、原先的怎么喊呢、豆腐又卖上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